球是我国的国球，也是台湾运动发展上最重要的指标性运动项目。多年来，中华队在国际上都有亮眼的表现，而队员大都来自于中华职棒所属的球队。近年来，义大犀牛队更为台湾燃起每个人心中的棒球魂。从啦啦队到球队的吉祥物，义大犀牛队的经营模式让台湾的棒球运动迈向另一个高峰。在球员选秀中，义大犀牛队更积极地网罗我国旅美好手，其中曾经效力于道奇队的胡金龙与西雅图水手队的高国辉，在2012年前后也正式加入了义大犀牛队。对于在美国比赛期间听到侨胞们为他们的加油声，那种感动依旧铭记在心。那时候很开心啊，那时候在洛杉矶或是纽约或是去休斯顿比赛的时候，有很多当地的侨胞，然后很热情的来帮我们加油，然后就是让我们感觉很窝心。在异乡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就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去帮你加油，这样。那像很多国外的球员都说，我说其实台湾的球员支持都很多。现在的一些小朋友早点接受到国外新的训练方式，我觉得他们以后的成长幅度应该会比我们还要大。观众的喝彩为球员的努力打了最高分，而全民的参与更为台湾的棒球运动做了最完美的推动。相信在未来，中华队能为台湾拿下另一个世界冠军。义大犀牛，义大犀牛，邀您看台湾。